这个有点脏，我可以洗。洗什么？喜欢我。嗨，今天是礼拜六，但是我们今天不夜骑，今天我们要烤肉。没错，那我们今天就是来到我们的醉眼居来做我们的 Face Gear 的烤肉 Party。 要这么活动正式开始了，3、2、1，耶，烤肉啦。第一个就是小卷最爱的香肠，香肠要低温的，不然会黑掉。干怎么办？我帮你。黄了。干，你那只毛烧掉了。对了。对哦，我忘记了。油袋大。好大的虾子哦。小龙虾。这个真的很棒哎。比较脏的东西要把它挑掉。你在这里可以来上班哦。开玩笑，人家从法国来的。别。女生就是加分啊，对不对？主菜男生才是加分吧？加一分，加分，加两分，加三分。香肠评论家就是要来吃一下香肠，这个。先闻一下味道，香肠的味道。哦哦哦！热香肠我给过。这个肉感觉很屌哎。对啊，牛排。你摸，我觉得熟了。一定入口即化，愿吃啊！好哇，那我就不客气了哦。小卷再来一个，那我踏实一下一点。我靠！我靠！职业的。我靠！竟然干不了。等一下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太好吃了。自然五花肉，不吃个大吃，不吃个大吃，不吃个大吃。现在不能死了。风在封面照。通通看。太屌了吧！赞。我哭一下。啊，怎么？不知道怎么办。黑胖的味道。拿手上，现在怎么样？非常紧张。为什么？因为老板要评鉴了，不对话。老板，帮我评鉴一下，帮我评鉴一下，看好不好吃。先贿赂。怎么样？黑胖子，你知道我是四间店的老板吗？我知道。第五间的主厨就给你了。哇！一千个我先收了。这是头几款，这是头几款，我现在不知道。是我们今天我的好朋友冠霖，然后高兴来他的店门口烤肉，他是我们中永和最棒的居酒，东西好吃，人好，然后环境好，老板要帅，真的很重点。蛮吃那个居酒屋烤物吧，烤物或是 sake， 对 sake， 什么清酒都有，珍贵，上百种清酒，上百种清酒，不开玩笑。你要跟朋友聚会，啊、或者是说你想要。下班之后来跟朋友聊个天，吃个烤物，居酒屋很适合。我们要继续洗我的那个保鲜膜，但是前提是我看到美女会害羞。哦。那我们要进去，听说里面有一个美女店长，然后你要问她可不可以洗？对，可不可以洗？洗什么？喜欢我。好。哎、欸、哦，等一下就讲这个。很无聊，很无聊。店长，你要问她一下。店长，有事找你，可以出来一下吗？进去好，进去，我找你啊。我说这个有点脏，我可以洗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那洗什么？洗什么？洗什么？
洗什么？喜欢我。哦耶哦耶哦！这个有吗？这个有吗？有哎、欸！你讲这个有没有了？没有，没有是他都没有哎、欸，没有被打枪习惯了，被打枪习惯。好了，至少拉笑的人才行啊！好、哦，好，你赶快去洗啊！洗什么？你喜欢水吗？我不喜欢。你不喜欢？玩什么？我说你喜欢水吗？你不喜欢借我过，我要洗啊。其实他回答喜欢跟不喜欢，我都有梗可以回答，所以我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了。这个是白桃什么阿斯达还是什么的？哈密瓜，哈密瓜。味道怎么样？很好喝。介绍一下今天参与烤肉的成员好了。开心啊？你开心吗？我很开心啊！我看到大家开心，我就开心了。有点愉快啊！喝你的饮料哎。喝你的就好了。好，喝我的就好。感情好，还可以啊。对。好开心，好久没有看到阿姐了，好多人就一起啊，超棒，就是赞啊，放松了中秋节的夜晚， yeah. 除了赞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哇，跟大家一起烤肉的感觉很棒，没朋友是不是，对，就是感觉像一个大家庭，大家庭。我要哭了，开玩笑，对，这么感谢。今天很开心，就是跟大家一起烤肉这样。然后我们在等冠霖出来。我们一起谢谢冠霖老板好不好？谢谢老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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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然后祝老板生意兴隆，好不好？生意兴隆耶！好，那我们今天也差不多到这边了，下次见，拜拜。